各位，我是周景华，温哥华非首维区省议员。今天很高兴我们 BC 省政府能够引入反种族主义的数据法案，目的是力争消除原住民、黑人和有色族裔所面对的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及歧视。法案所收集的数据是有助于确定政府服务中所存在的差距的，而能够让我们政府能够更加妥善地满足原住民、黑人及少数族裔的省民的需求。这个法案是透过社区主导的公众研讨会所收集的13000多名 BC 省民的意见之后来草拟的法案。收集人口资料，譬如族裔啊、血统啊、信仰、身体残障的状况、特别认同等资料，可以为政府在原住民及少数族裔社区之间建立信任的一步。多谢各位。